希望我们这款叫做《五十日 Masket》的游戏啦 ，Level Four Chapter， 哎 ，Chapter Four Level 27，来吧，刚花了一个小时玩已经玩过的关卡 ，Love， 地上有些东西可是拿不到 ，OK， 那个东西，什么？那是什么？这个颜料要做什么？这笔问，那颜料要干嘛？三，等一下，这是上面有东西，绿色的、蓝色再加上白色的那个变成这个瓶子。Oh no! Oh no! 这个应该是需要白色的那个颜料。饮料药物啊，或者什么药物？哦 ，no， 这个要怎么解啊？可能是放药物啊，所以应该是有什么。这两瓶水都倒不下去了，也就是说我需要调那个东西倒在这个瓶子里面，我才能把这个雾剂给。真的把它排上去。
平均数。那一加二加四加五加四加十一加十三加十四加十六加三十七加三十九加四十加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跟四十九四百。四百我有十六平。除十六。就每个加起来要二十五平是吗？对啊。四百除四每一个应该都是要一百的可能性很高。那应该是每一个加起来都要一百。每个加起来都一百。那就先把最大的全部分布在这里。为什么又放不大？为什么收不到？哦，这是。哎，这下面已经是一百了。好。这下面已经是一百。后面那个应该不用算起，所以三十七跟十四，十四，然后这个跟一百零四加九十，上面是九十，中间是四十。上面还差十个，只要更换成十个就行了。OK， 十三跟五换的话是差八，所以我是刚刚好。换的话就会变少了，所以应该是跟十二换，但是十二没有，就是四跟十三换，差一点点。OK， 这样子，应该是每个都要一百。一加十九加六一零一零一，所以下面那两排是应该是对的，只是数字有点问题。所以上面还差一，跟中间那两个兑换的话，就这两个兑换。哎，不对，那就是十三跟十四兑换。右边全部调好。接下来就是从最左边跟右边兑换的话，就是一零九十九。九十九跟二的话要更换，应该不可能是跟四十九换，所以OK， 要可以冷静冷静。九跟六换差不多，这一个是换掉的。向左跟右调，等四跟二，那就不是那个，那也不是，也不是。九九九，一零一。
180，好像把40给拿过去，加上多少就会等于20吧，减掉12的48，减掉12，40，减掉12，33，但是如果33跟这个换，然后2跟这个直接放上去吗？那要怎么样？哦，先放上来。这不是黄色吗？你在干嘛？剩下来的两个我要做什么，就在这里啊，七我要怎么弄到七，拿掉蓝色三倒过来不能，哦天啊，
这有点难耶。问题是如果是我要倒更多的东西在里面，他不会给我弄东西，我现在只能够用到一个东西，糟糕透了。里面是三，现在倒满它，倒满它的话旁边那是三，所以如果倒过去的话会怎样？请不要再来，我又不能够哦。这是六 ，OK。但是问题是里面有四这些东西，我不能倒回去耶。啊，天哪！我要怎么倒掉它？我要怎么倒掉它？哦，天哪！八减掉吧，三跟三。是，蓝色的话是七，七就是八减五是三，三，我要得到一个四要怎么得？五减三是二，所以我要用到两个。剩下四，冷静，慢慢的把五倒过去，拿到一个二 ，OK， 把三倒回来五这里 ，OK， 然后再倒一个
进去，然后再打到山那边，然后跑一跑再去。去死吧，妖姬！到底是什么？哦，四亿三二四，哎，五吧，五亿三二四，啊，到底是多少？五亿四二六，这是六亿。六一四二五三，耶，48，零钱 ，shut your phone， 哦，好神奇哦，得，你要我去哪？睡啊！到底要干嘛？哦，哎，我可以用到这个，不是，这是什么？还是还差一个硬币。我不能够走过去吗？那纽扣是干嘛？没有，你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嗯，刚刚做什么？刚刚那个东西移动了。到底是要干嘛？这个球好恐怖！我怎么记得？Red skin。Okay. How to play？ 我要控制我的那个面板，我不要让它掉下去。好小心，对，我进去会怎样？所以我要进去那个箭头里面。够了，这是什么硬币？才一个，我说三个硬币，那我去哪里找三个硬币？这个有关系吗？
密码是什么？书本游戏吧，应该不知道。总共要五个密码。抽屉问答牌，这里要三个密码，这里要四个密码，那里要一个密码。上总会有东西的。什么？怎么知道密码是什么？这个也是四个密码，那个也是四个密码。一定要先找到那个密码先，他才给你开。个轮子，三个轮子，两个轮子，两个轮子，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二六四二，四个号码，那不是你，应该也不是你。这应该是刚刚，这是我卡片哎，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开启，我开了，等，那我装那个东西上去是有什么用？天花板。应该是投影机之类的东西，我从哪里看？不知道，哎，啊，插图。413应该是你的吧？4213，59317，59317是这六个，9317。纸板，对，这是什么？纸板，也不对。59317放哪？当然，这个东西要放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ID。Ready skin。实验一下是可以。哦，可以 ，OK， 好。今天连上去啊，三个已经连上去，这我已经连。好，我只需要连到全部都有就行了。OK， 应该到你了。好复杂，难道是反过来的吗？欸，真的是欸，欸，没有，什么状况？这些这个有，真的是要反过来的。黄色是出去，红色是，黄色跟这个黄色确实是反过来的，没错。就按照这黄色的套路来走，这个地方应该会在。
又是你，又是你，哼，四二一五，应该是，或者是三二一四，2.9个字，每天20字而已，真是，可是到底要放哪？你可以把你的把手指给我啊，应该是需要我做3 2 1 4，有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门呢？哦不，机器人的手应该是你的吧，是你的啊，开给我的吗？这什么喵喵啊，时钟啊， Mickey Mouse， 居然用 Mickey Mouse， 密码，好熟哦，刚好让你看过的密码，赞了，赶紧2:40，应该不是跟这有关系，不对，说是兔子拿字，披萨，夸张，只是给我小鼠。需要跑那么多东西啊，天啊！
寝室要在那里睡，先把紫色的寝室给倒好，然后这个过来一下。哎，不对，青色先过去，然后浅蓝色再更换。31光，还要继续玩吗？我看就先玩到这里吧，还是再玩多一个光吧。34，只有这样而已吧。Thank you.
字应该是怎么弄？三等于九，这个不大明白，这是。